崔新红换上西江，从这一度不骂不准，已经千两四得案。我告这个李虎大帅，二兄啊，二兄，如果你那如此匆忙进一家，恐怕你违背先农圣旨。那李叔嘛，恐怕大吵架声。一路你心中的计较，一无安尼心，咱暂时给伊放下武器。庙先所在烧香拜拜。老师说正，无你看，买单子了又加上三亿，最古。哎呦啊！你说想不到，你难受你无，红日子是灰日子，计是不说。